会同台，11月份呢跟陈奕迅一起飙歌。那在跨年夜呢，他来到了这个江苏，参加这个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呢，跟林俊杰啦、蔡依林啦、孙燕姿也是呢一起。会有新的那个世界巡回演唱会，但可能到台北的时候应该是到2017年了。哦，真的？对对，已经这个在世界各地走啦，应该怎么转过一圈之后再回到台湾？对对对。好了，那不妨把最后一站放到台湾。我刚正想说，不妨把台湾当成是最终压轴站，好的啦。一定的。那这一次这个1月22号呢？